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正南。今天我们来到了 Tropicana Garden Mall。其实我们今天要来吃的东西和上一部影片差不多类似，但是这边的话呢，它会比较多东西，然后价钱也有便宜一点点，因为它是新的店面开张。好啦，进去前别忘了填这些资料，还有记得消毒哦。好啦，放好东西去看看吃的，蛮多种类吃的诶。这里就是有面包啊，有饭，还有汤啊，都在这个位置。这里呢是拿肉还有菜跟酱的地方，这里就是吃甜点的地方。哦，这里也是好多食物呢，看起来都好好吃哦，有薯条，有年糕，都在这里。天哪，这里的东西真的好多，比我上一次去的还多诶。这里来到了泡面的天地，耶，我最爱的，一样，这里的水润喝。好啦，终于拿完了所有的菜了。这里的菜真的是比上一家还要多诶。好，来烤肉了，让你们听听这个烤肉的美妙声音。那边好吃。你看，巨型大肉啊！我的妈呀！哇！天哪，这肉声音也太好听了吧！耶，终于煮好了。吃过了肉，不要忘记还有泡面哦。这里的泡面也是任你吃哦，真是太棒了。这里的泡面自己煮，还可以自己加料下去，真的是太爽啦！好啦，我要专心吃我的东西了。Later。耶，终于吃饱了。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喽，谢谢你们收看，拜拜。